香港小巨肺谭子云、Celine 同妹妹 Dion 今日首次一齐行花生 show， Celine 好紧张咁教妹妹走位，最终成功摆出可爱嘅 pose。佢哋嘅演出仲吸引唔少嘅市民围观。Celine 嘅父母亦喺现场监督，系咪首次剪彩同行 show 啊？系我第一次剪彩。行 show 咧？行 show 都系第一次。嗯、心情紧唔紧张啊？唔紧张。我先見你教阿妹妹行 show 喎，係咪啊？係，因為佢太細，佢可能唔知點行。嗯。之前邊個教你啊？因為你都係第一次嘛。冇就咁擺 pose 啫嘛。妹妹擺 pose 係咪你教佢啊？即係叉腰嗰啲。佢自己嘅。佢自己學。但係有啲飛吻是我教即媽咪爸爸和我教的。行 show 是不是輕鬆過參加比賽呢？都不是的。即比賽都好玩。好玩。Celine、已經正式上學，又想不想再去參加唱歌比賽呢？都想的，但是就當然上學先啦，因為這麼久都沒有上學。追得是不是做 Celine Dion 的歌唱嘉宾呢？知不知道？是啊。是啊。知不知道什么事？ Confirm 了是吧？未。未的。但你怕不怕之前有唱激昂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有些。你说是的，所以我们暂时都有消息。即你未知道是什么时候去跟 Celine唱歌嘅，唔知道，唔系好期待啊！当然啦。有传全美一丁嘅评判下届唔俾小朋友参加喎。唔会噶。唔会啊？唔会噶，呢个系俾全部人参加噶嘛。有即有人建议，你觉得好唔好？如果话唔俾啲小朋友参加，你觉得好唔好？咁咪唔 fair 咯。系应该系不分年龄去参加系最好嘅。嗯，你覺得 from 個 age 係幾時啊？好似可以妹妹咁細個 age 得唔得啊？你覺得？邊個都得啦。即妹妹咁細都得。得。即邊個有 talent 啊？係咪？係啊。